我曾经无数次的做梦，梦到和景慈在一起。小婉，你来了。可是梦里的你好像又不是你。你们是谁啊？这是哪里啊？我又是谁？我一看到他，我这心就快从胸膛里跳出来了呀。秦县尉，拿开。你风流倜傥，才识出众，怎么至今未曾婚配啊？这与你何干？随便打听打听嘛。勾勾小指头，还有个小媚眼儿，哪有不动心的？你知道手伸得太长会有什么后果？什么后果？被砍掉。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呀？风眠晚区去一个试试，公子又怎会真的伤心？你明知道我待你是怎样的心意，却乐意将我远嫁济国和亲。这碗药喝了，你会忘记过往。如今他只是阿远，袁庆礼。我费尽心思地证明我自己，只要你待我好，就足够了。他从前是爱你的，而今他忘了一切，唯独没有忘记爱你。无论你娶谁都可以，但绝对不能娶阿远。见此，既然命运如此安排，又何必枉费心机？前世今生，一刀两断，永无瓜葛。他果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凤眠晚了。阿元被景慈伤了心，我娶她，好好照顾她一辈子。我以为我真的能安排好一切。我自己的路我自己走，我的人生绝不允许任何人来践踏。阿远，或许是我错了，你是阿远也好，是小婉也好，总是我这一生一世唯一认定的人。最好的结局应该是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吧。